老北老点儿，北老点儿香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小娜，今个要弄点鸡蛋尖吃吃。你看咱也没给我打蛋器。哎呀，就你那手工技术都可高了。现在芝麻快备好了，崩开了，闻见香气了。这芝麻一备可香了。嗯。咱也没有黑芝麻，就这白芝麻可得。备熟了，芝麻也备熟了。烫烤熟。嗯。小哥。哎。再拿个鸡蛋吧，我看着鸡蛋有点少，我估计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嘞。好。嗯，我有那面，你看这个。米饭这么大呀。你打两盘，是个双份蛋。哇，真是双份菜，一盘一盘一盘，就是双份菜呀，一盘。那一碗鸡蛋照压。就是。你弄个块儿，沉默着点。这我都不敢当。你不影响大了吗？你还准备留点了？这有点多呀。一多香。这东西都有啥多少啊？放着。这上不能有水。大火烧干。哎，你嚼的怪好呀你。那。想着这身肉，精肉还有筋呢。嗯。你开点有点厚了，芝麻多，你看它煮不开。哎呀，那是鸡蛋卷啊，鸡蛋饼，这不整烟，我不鸡蛋饼，我是怪香。嗯，换锅吧，我想不然用咱那炒米粉那锅子怪。这才香啊，真是的。失败的还得我吃吧，慢慢的。看看看看，好卷你卷，等一小会儿了呗，那天得收收热呀，两面金黄啊。嗯，嗯，好锅了吧？这俩我都给你说了，你用不粘锅，你非得才刚。嗯，那锅也得刷油，这锅也得刷油，你用不粘锅也得刷油。咱那里头油放少了。不然锅应该不放什么锅，那你可以试一个，买点试一个。嗯，真是够香的。你都给他倒小碗的呀？你都给他。哇，这面像糊过的，锅太大。小小火，小火，好几小火，我叫火弄去，拿起来晾晾晾，嗯，晾晾，蘸点完。你卷的不瓷实，那老热呀。这芝麻看来得少放，多了它煮不匀。嗯，吃着是怪香，就是。就这个。嗯。现在还没弄那嘞，没定型嘞，还没叫的，那是原香。嗯。没法说。嗯。我感觉这。大的有点跟我那脸呀，没有你的脸大，啥呀？真的没有，比你的脸大。我说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俺那鸡蛋卷做好了，你看俺的卖相还是不错的，吃着味道也可以，就是有点分量有点少了，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